不来飞机是吧？还有37个人，没事，再把够我们仨的。主播肯定不是为了赚钱呀，我不是为了赚钱。你看今天咱们的榜上，连100块钱都没收到，连100块钱到手30，连主播连30块钱都没赚到，不为了钱，咱就是说。 都哥们儿，知道吧？自从我直播那天起，我觉得我的任务啊，就是给兄弟们带来欢乐，让兄弟们看得爽一点，我觉得也是，对吧？也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钱不钱？你看我挣多少钱？你看我一天收个飞机吗？咱也不提这事儿，知道吧？办卡也不提，靠这。直播不为了钱啊，没那么俗。 都哥们儿，知道吧？ 对呀、啊，咱们加加微信的话，也不管大家乞讨，对，也就是说让大家加加微信的，要优化一下电脑啥的，对吧？也帮助你们，对吧？也我也赚点小钱儿，赚点小外快。大家微信是不是也同时也给大家送福利？就加屏幕上面微信，领个加油器啥，对吧？虽然也是一份小礼物，然后也能在你们没有加油器、没有皮肤的时候顶一下，是不是？然后你们加微信也主播，对吧？也不能白送啊。 是不是？加微信之后，比如10个人加了啊，有一个人真的需要这个调试电脑了，找我下个单儿，对吧？调完之后咔咔好评，你又舒服了，提高了帧数，我也赚点小钱儿，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知道吧？也不知道大家干刷什么的，那像怼主播 PK 一下，打打活动啊啥的，咱们都不打的，就加加微信得了，都哥们儿，都穷哥们儿。 以后卖袜子啥的，来咱这买双袜子，是不是这也算支持？怎么没有空投呢？搜也搜不着好玩呀！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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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卖不卖擦屁股纸？以后会卖的，放心吧。啥都卖。我车呢？失忆了，我操！哦，在这儿呢。终于等着了。直接住一点浴缸房。 来了，哦，炸脸了！
来个，哎，MT3，狗都不玩，给悠着玩。人呢？我靠！这三个人头给我拿的。舒服的一批，独倒了一个，他好像最后一个了。车太美了，无所谓，在圈内怕啥呢？是。这人哪来的？我车胎真被卸了吗？不能再开了啊。
有摩托，这个位置好，可以开。这边有人啊，标点在这边。他妈，我在坑里面呢。哎呀，麦田雀单人四排的噩梦啊，兄弟们！绝对不是天命拳。哎，这边是啥呀？操！哦，这边那个山上，直接干过去得了，也没得选了。单人四排也别扯这里根扔了，就直接干了，没什么选择了。我在这个厕所肯定是不行的，一定要干这个防区。又来了一堆，这是新三个耶，本来三个呢，没死全吧？本来这三个好像差一个。你看他没死。幻影术啊，好六米的呢，这是跑哪儿去了？
来 C 圈，喂哟，用着的三年单子换个天命圈，柚子哥。妈的，没换成啊，这柚子。柚子这单身也不行事儿。七个眼两个雷够了，也不够。看那标点那个房区有没有人啊？只能去那儿了，没得选择了。差点有人，那只能去那儿了。应该他还在，我操，牛不牛逼，这开车我远点一个，一打四打一，左边一个，右边还有俩，搞了，这队四个人就剩一个人了。好了，这个人也挺猛的呀，这个妹控扶起来了，扶起来又毒倒了，一了两个，红城 PK 的。把车保一下，火车 PK， 不好打呀，这操，这个人塞进号，把这人投掷物捞起来，好的，他没有。非常的难啊、哦！下圈没化妆，我直接开这乙避打他。用步枪乙避打还用喷子呢？用步枪吧，他应该拿妹控点我，他换枪来不及，我直接拿回去那锁他。别眨眼，别呼吸，兄弟们，黄色避开！真男人大战啊！他就趴在那个小坡后的。大家都是三一套啊，看谁破了谁的招。如果我这把吃鸡的兄弟们可不可以加一下咱们屏幕上面的微信去领个奖品，兄弟们，呵呵，领福利还得我吃鸡才能领啊、哦，真的是。来，兄弟们，冲了！
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兄弟们？直接一个一比刀，非常的，非常的按剧本走。我们是冠军，直接拿下。单人四排竞技模式，46杀神技，帅呀！几玩家直接冲到这四个人，杀了三个啊！小六骚一波，你们屏幕上面的微信加一加啊！现在任何人加微信回复福利两个字，免费领取福利，兄弟们，有可能是那玩意儿的福利啊，懂得都懂。笑就走一波。真有人问，一会儿还有人好评呢。就是刚才去优化过，兄弟们，优化好的兄弟们可以把这个反馈打在公屏上啊，兄弟们可以把反馈打在公屏上啊。怎么能是这样的反馈呢？不是反馈两个字，是调完之后的反馈，你懂不懂啊？就是好评啊！你这样的话，你们是没有工资的啊！太不专业了，太不专业了，没工资。什么叫买得了吃亏，买得了上当啊？买不了上当。自从优化完了，隔壁的老婆都跟我了，哈哈。对吧，咱们继续上马的。橙子你好帅，我们叫你老公吗？可以随便叫，想叫啥叫啥啊。下边想叫啥玩意儿就叫什么玩意儿的，大胆一点。我操，这门口呢？哦，在这儿呢，我还以为这门口给封上了呢。老灯还冲过来，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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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友打死了，我露了一下他队友的胳膊，你知道吧？急了急了，这个也着急了，这个人他队友应该是抱大残大残，赶紧冲，一冲上来都迷失了方向，直接把他以为是帅呀，非常刺激啊！一失血，对面也还是很强势的，说实话。妈，第一波不要把我给打残了，我是没想到的。牛逼呀，马飞！没喷子，我的有喷子一喷一个，这个这种小位置，知道喷子有多重要了吧？没喷子就极限了。有喷子就没风险了。吃鸡的 BGM 一看你就不是老粉，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你都不知道，多看两把你就知道了啊！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你都不知道，你还问我歌名呢？歌名就在我这句话里边啊。歌的名字叫恰比欧。感谢睡意朦胧的办卡，谢谢睡意朦胧。新建了个粉丝群啊，兄弟们，你们想加咱们的粉丝群的，加屏幕上边的微信啊，然后回复橙子啊，拉你们进新群。在群里边现在就我一个人啊，扩容啊，没事不用剪，一会儿我们那啥了，你看直接换 98K 换喷子了，那干嘛呢？给敌人解了，就喷着我换喷子了，个屁的了，给兄弟们看个虎头九八 K， 我这九八 K 是真的丑啊！来车了，扫车！好 ，OK， 扫来了一个也非常棒了。他停车了吗？停了。粉丝群有低消吗？不，没有，任何人免费进啊，不需要办牌子，也不需要干嘛，看过橙子就行了，没那么多要求啊。男的女的都能进，小动物也能进，什么玩意儿都能进啊。消什么费？消费？老说钱不钱的，影响感情。黑粉可以进，当然可以，当然可以。说的是粉丝，又没说白的黑的，你绿粉都能进啊，都哥们儿。中枪头，好的，直接压死。哥们一枪没打到我，看到没？这就是 poke 了啊！两个人对拼，他一枪没打到我，我把他给秒了，看到没？一滴血没费啊！就技术压制的。办卡能跟我打一盘游戏吗？咱们这边上车是免费的啊，
不需要办卡就能给我打一盘。等我有时间带你啊，好兄弟。等我有时间带你啊。你是我这个准备要带的第33000个，咱们排下队好吧？咱们排下队，一个一个来。还是没喷纸。你多少钱一天？买我一天？都说了不要钱，0元一天，有时间就让你白嫖啊！等我有时间的，你别急呀。欢迎彻念星空，欢迎彻念星空。有人啊，但是好像人不多耶，我看能不能搞一搞。你可以穿丝袜吗？我之前过年的时候就穿过丝袜啊，给兄弟们黑丝加白丝的混合，那视频我现在还有呢，老美了。移动娃娃头，我操，这个好像好是挂呀，这个人。就这 SKS 有问题。可以走了，可以走了，没时间跟他们胡闹了。他们四个人占领了，已经。刚才本来就是两队，你知道吧？然后呢，两队全死了。看来第三队满编入住了，那我们就打不了了。可以直接捡骷头了，不用浪费时间了。橙子怎么穿着病号服？有领带的啊，有领带的就不是了。没看到打领带了吗？病号服是不会打领带的，但是要是没有这个领带，确实像。打领带的病号服过分，精神病患者，唉。本来就是个精神病，这是我出去的。这东西点感觉都没好地方。一定不能去有人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喷子，很难接手四个人冲我们的。去这儿吧，这儿不错、哦。大家有没有人啊？我操，有人！身法怎么样？
还好就两个，我操，人多我必没啊。直接玩一圈完成九杀，非常刺激，舔下他们的包啊。哦，又刷圈啦！为什么不能一下完事儿呢？咋没我这个？没有我这个车好。二楼 DBS 真的？哪个二楼？那是我的命啊，命根子啊！二楼。有几个二楼？没有二楼。没有是吧？应该是别的那啥。走走走。右边的房间不能待啊，这房间太小了，待不长久，直接看程序就完了。好，在这个位置啊，搜一下呗，看有没有 DBS， 有没有 F97 啥的，非常关键，咱就靠这个的。想看我在车上被爆头，你这个想看的东西还真奇特呢。想看我在车上被爆头，真是那个，真是我的好粉丝啊，好粉丝实锤的。还有十二名地震，空投来了，这空投看一下能不能舔啊。就如果要是落到这个城里边的话，我是100%可以拿的。哦，这是人家超级空投吧？你哪里有好粉丝，自己没点数。
这块都是在山后边的，怎么不可能上去？柚子昨天遇到粉丝了，问他是不是神秘嘉宾柚子的橙子，呵呵不是，是假粉丝。我不开车了吧，咱就直接往里摸吧。兄弟们觉得我这个衣服怎么样？兄弟们，满分十分打几分？就这个这样的小条子，然后有一个领带，可以搭配领带穿。十分打几分？我家人说不好看，说像病号服，给我说那挺好看的呀。你看精神病套装，你看跟我。什么叫精神病套装啊？啊！弄死你！这单人四排竞技模式啊，八还有八个人，还是别问你们了，还是别问你们了。领带多余，他这自带的，他这个是自带的小领带，他不是就是我加上去的。这声线是烟抽多了吗？主播不抽烟，但是呢声音却充满了故事，知道吧？故事太多了。不抽烟啊，但这一听就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声音，经历了很多啊。那不过现实也确实如此。啊！哇，这个人怎么一直在狙人呢？他的这个 M24 这么屌啊！105在山上，说到城区就行了。说到山上，我绝对被他们狙死。就六个人了，像是拉链拉开里面的卫衣。噔噔噔噔，对，这样的。看到没？是领带，看到没？两个线的冷带领带。一个人被甩二十四，哭的多了，知道吧？以前这个经常恋爱，然后哭的，嗓子都哭哑了，老被人甩。甩肩上啊，甩肩上试试。算了，就这四个人了，一打四了，聊着聊着天儿，没人了，这是杀光了吗？好像就这山上这队贼猛。一个人下来了，右边山上是没了呀，就让他们试一个了，还冲我呀，来呀，什么？两个人以上啊，我看到两个人以上再下来了，他们一定会来城区抓我的。来吧，来房区谁说的算呢？来房区可是我说的算，知道吗？来吧！
我倒想爬上来，妈的！来呀、啊！来来来来来来来！要屁！他妈的，喜欢蹦。到你的了，跳不上去呀！我操！三个人啊，原点那个 HK 是一个人啊，他应该拿这个空投的。HK 是不是挂？好好，直接挂。估计是压过来的，看到他了，这届玩手单人四排竞技模式13杀直击，我们是什么玩意儿的？我看到他过来了，知道吧？直接一个雷炸残，然后压迫他的位置，我们是冠军，帅呀，兄弟们！小镇走一波啊！13杀吃鸡，九月全是1v3v1的啊，一滴血没费，把他直接压制死了。哎，有人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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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主播，主播怎么样才能提高游戏里的帧数呀？啊啊，兄弟，你可以加一下咱们屏幕上面的微信，提高20的帧数，增强画质啊，增强脚步，非常有用。然后现在任何人回复领取免费领取那玩意儿啊，大人的快乐啊，就是男人的快乐，兄弟们加爆屏幕上面的微信啊，小孩别加啊，回复领取就完事了啊。然后回复橙子啊，进咱们的微信粉丝群啊，里边有我每天在线给兄弟们聊天，回复橙子，回复领取领福利，然后再回复橙子加咱们的群，无条件加群啊，不需要刷钱啊。太帅了，这已经很棒了，口雷了，兄弟们。在口里边爆了，简称什么玩意儿了？塞嘴里了啊！爆出口，终于来了一把泰哥了，兄弟们，一天没拍到一把了。
是第一把呀。看咱这身法，哦，哎，我去二。捡裤裆去，兄弟们。受不了，也就收了。这个图就打686。泰哥的裤头是非常好追的。好，飞熊这边来，他还没落过啊。跟着他就完了。追整局的空投不用，追一个就可以杀人了。空投砸脸。
圈是这个人 MS close， 然后这一会儿这个打我好你魔妹的也是一圈是啊，都是一圈是选手，看到没看见啊？这些路人非常他妈可怜，吓我一跳，我的咚一下怎么砸我脸上了。他不来捡吗？我操，这么老远就开始射，不合理，这人赶紧走。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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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绝对有问题，这么老远就开始。MG3 狗都不玩，只有柚子才玩啊！狗不玩，柚子玩。来等人吧，这边绝对来人啊、哦！楼顶好像趴不了，趴了会被这山上干。有人说你们刚才接吻了是吗？有人说我们刚才接吻了，我操，真的假的？那为什么只说了一半，精彩的地方却没说，只说了前边吗？那亲嘴那不是前边的事吗？那后边的那些事咋不说呢？对，皮皮羊是副队长啊。来抽了，来来来来来，我操，这有点干呢、啊，这把等宣吧，还是不着急，干就干点，别死了就行。好，换点换点。这狗杂有点问题，就这个防区兄弟们。
这就完成一村是小六走一波，兄弟们。极限一传四啊，就一丝血丝毫不慌，一星幻影拿下啊，这不是真的有点小帅。他们是狗杂那队吗？好像没有塞一套是吧？反正有狗杂好在这边，不是他们。等我们再塞一套吧。没车了是吧？他们就两辆车，就这一辆车。就跑进圈可太难受了，跑是跑不进去的。要塞一下得了，这个摩托车哎，三蹦子。直接说学校啊，这个房子是泰哥唯一一个好手的房子啊，就是刚才我秀操作的这个房子 ，very good。邓炫，
没人来啊，尿频尿急尿不尽，老肾虚了。还有二十一米地这儿，我们再圈啊。往那边开干嘛？要我干啥呢？我又不害，我又不恐怖。快来跟我一起玩儿！独外这边打起来。感谢 AU 的180根荧光棒啊！你把荧光棒都刷给我了，你有牌子吗你？嗯，你有牌子吗 ？AUN 啊！有了啊，你没牌子刷160根多难受啊，但有牌子可以可以，有就行。这把吃鸡局啊，没狙只能看别人打，干不到枪的。你看这吉里夫这个位置，我打不着他呀。
怎么你这房管还问我是不是柚子啊？老粉丝告诉他，铁粉，我是什么籽？告诉他我是什么水果？房管都是假粉啊！像脚步了，好像就七没地了。我操，冲在脸上了，还是人家哦，冲在脸上了，他妈狠的！一 v 二，火拼了，我们可以压这个石头啊，兄弟们！可以。三下杀完了舔包是吧，原地还有个酒吧可以没了，我也拿个酒吧可以我会会他，他们杀了一队然后舔包那个这儿。我猜他压那个石头，我操！这一个侧跳带走他，我操！你看，谁压到这个石头，谁就有优势。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我给他一枪之后，优势之后，必须要尽快的拉到这个石头。而他也知道，所以说，但是他近在肉搏的时候，他就细节的差了一点啊。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兄弟们？我们是冠军帅呀！找准时机，一波冲锋带走三个，最后一个拉到石头把他干掉，帅呀！哦，有人问了，说主播，别的直播间都有福利，你的福利怎么领啊，兄弟？你有福了，现在你加屏幕上面微信，回复领取，你可以领到那玩意儿啊，懂的都懂，男人的快乐，赶紧加屏幕上面去领一下吧，无条件免费领啊，只需要回复领取就完事了，然后回复橙子可以进我的群啊，我们是冠军，有人问啊，有人问。终于才
感觉还是 M2 是爽一点。我的麦不清楚，很清楚的，没有问题。刚才有可能有点问题吧。M2 是爽一点，98K 不太爽，98K。知道总想要去飞，就算满身伤痕也不穿越时空，一切都停留。主播打职业的吗？这么秀啊？打职业都没这么秀的。打职业跟这玩意儿两码事儿，知道吧？这玩意儿就是民间艺术，知道不？咱这玩意儿就属于民间艺术。职业哪有咱们这么奔放啊，是不是奔了帮浪的。民间就是说职业不是赛场嘛，咱就是主播间，知道吧？就是说咱老百姓啊，不是职业选手。民间大神啊，跟职业那完完全就是两码事。民间咩移民民间，怎么能是民间呢？我说的吓人倒怪的。你这玩意儿在毒里边是一点用没有，知道吧？人家给你设定的就只有在这个圈内，你要吃毒了的话，这个是完全失效，没带一样。这还是迫击炮配个大喷子。打职业，每个人的梦想都不一样吧。也有很多这个俱乐部要我去打职业。啊，不去。
俱乐部那不能跟女粉丝搞对象，知道吧？影响那个赛场操作，毕竟我是一个大型种，知道吧？那肯定不行啊。当主播多好啊，是吧？那俱乐部的那什么大牌俱乐部都找过我，要我就打职业，我不去，懒得去。说话声音到底是有点小还是有点大呀？有的人说我有点大，有的人说我有点小。哎呦，感谢雨妹妹的两架飞机，谢谢雨妹妹，雨妹妹好久不见啊。谢谢我家雨妹儿，爱你么么哒，谢谢雨妹的双飞，大气大气。我一兴奋有点小大，我声音说话有点小大，有点小大是什么玩意儿呢？这雨妹好久不见，好久不见。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你这也太怂了，妈的，隔那么老远。我操，这么准啊！我操，这么准啊！这孩子，我本来骑射他的，这么准射个屁！还这个车不行，车的问题。雨妹妹是不是又开学了呀，雨妹儿？这车是落风，确实。容易被干死。找不到好车耶，今天情绪都不高，都高完了，都几点了，情绪都高完了，都快下班了，今天十点开的播，四点就要跑。现在几点了？
的？这种人还是别干了，不太好干。他停车了，玩不起。我套他猴子，他搁那停车了，谁跟他玩啊？咱不跟他玩啊。说好的那啥呢？咱们这个方法只适合干野外，怎么一个是野外，一个是开车的？那就在这房子里边的，无法给他干掉了。难，他想躲，躲得了吗？移动炮台。打到我头了，炮房区没法打。哎呀，妈野点的人还敢打我，你找死啊你！我操！哎呦，接住他！哎，对，就这个感觉，还对，哎，叫你他妈打我，舒服了吧？哎，带你他妈逛一圈啊，哥们，带你去逛一圈啊。这孩子，妈的，长记性啊，长记性。你啊，你啊，你啊，你啊。山上有人啊，只要在山上的这种野外的必死无疑，躲不了。
巡山巡山。前面啊，别眨眼。对面有烟，哎，他有子弹，他是P18C有子弹啊，正好了，子弹啊，补给来了。呀 ，M24 在哪儿？好，找到他了，这个石头后面。哎，又看到他了，别眨眼 ，M98K， 没有车，没有那啥的，不过他没事啊，人呢？直播是吧？全新的赛道加上全新的车，继续冲吧！好。好啊，打我啊！对，就打我！我操，这三套惹不起！先放过大姨妈，先挑别的软柿子捏啊！
我在那儿。换个 BGM 吧。乱杀村杀好的，各位关注，到了我们的决赛圈了，应该给他打掉的，留个字模，一个字模没留啊。还他妈不动，好，好，来不动啊，不动，他妈的，哎，真开呀，你还真开着走啊，你不下车、啊？还有五名敌人，兄弟们，左边右边一个子，前面一个。
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兄弟们？两个字打在公屏上面。我们不是牛逼啊，这人跟我装吵啊。撞我！你可真太坏了你！喜欢玩车是吧？好，我今天我叫你玩个够！牛逼你就！我操，他这雷扔的怎么这么远？这蓝圈呢？哦，在地下。哦，借我蓝圈。我操，没子弹黄色 PK， 我扔个烟吓唬谁呢？又扔烟，显卡攻击是吧？哥们可是3090加上独家优化耶，敢压他就敢死。他不敢压的，哦，这人还会卡烟边，自荐大家单人99拍，全程乱杀18杀19，我们是什么玩意儿的兄弟们？我们是冠军啊，帅啊兄弟们！扣波小六，手都杀麻了啊！
哦，刚才有人问了，说，哎，主播，怎么领取福利啊？别人都有福利，你的福利怎么领啊，兄弟？我可以告诉你，你加一下咱们屏幕上面的微信，回复啊，直接发送消息领取，你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耐玩啊，有可能是，对吧？反正的话，耐玩的话不能在直播间说啊，懂得都懂，男人的快乐，加爆屏幕上面微信就行了，然后还可以帮你提高游戏内的帧数，然后脚步放大，同款画质，关于什么 PUBG 都有啊，加爆屏幕上面微信，我们是冠军。每个人免费无条件啊！十八大世界送给兄弟们。哎呦，感谢我十八哥的空投补给项，谢谢我十八哥。现在 DBS 非常的多啊，好玩。来 DBS 来三甲呢，哎，我三甲哪去了，回家去拿一下，我搂上来了又搂下去了，狐狸蟹笨蛋，我操，一个喷子没有，完蛋了。哎，来了个小喷儿。
朋友大们，听见声音啊，红楼里边有一个。哦，这剑晚上一穿二可以。好像就他俩没什么声儿嘞。这边没刷车，开这个三蹦子吧。我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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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啊？不把橙子当人是吧？真来呀你！这兄弟是真不要命，有人他真冲啊！太狂了吧！那就有个后面要来过来帮他了，确实很凶。把队友都得害死啊！这个抛雷方法不像挂啊！他队友都死了，他不会过来了。这个人应该不要，不用补他了。